赏相声《寿比南山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来的人不少，我很欣慰啊！国庆六天乐，哎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对，明儿该休息了，哎，后天大伙儿上班，嗯，好好工作，天天向上。什么词儿这周六日，您忙着补班去，嗯，咱们这也休息，哎，也不演了。下周六日，嗯，照常演出。对，这恢复正常了。具体的节目呢，您留神网上。对，我们的节目预告那儿有消息。今天是花场演出，哎，有说的有唱的，综合场。刚才是京韵大鼓，嗯，有演员唱的好啊。啊，您还真捧啊！我不捧他，我捧谁呀、啊？这倒是，我媳妇儿。哎，唱多好啊！唱的是真不错、啊。好几年不唱了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演出这摊儿我一人盯不过来。对，我盯后边，他盯前面。谁盯后头？谁盯前头？我盯后台演出，他盯前面卖票。这么个意思。跟我说了，你就好好说相声吧。嗯，具体事甭管了。啊、嗯，把相声说好就得了。嘿，他这也叫望子成龙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是？您倒真豁出去了啊！跟我们都没这么大方过。啊再给大伙儿说一段啊，这就一段，也是从小学的，嗯，从小学京韵大鼓，哎，在天津学艺，所有的白派名家都教过他，哎，14岁那年在天津搞过一个个人专场，对，当时天津所有唱大鼓的都到了，哦，助演呢有铁片名家姚雪芬先生，嚯，相声名家于宝林、冯宝华，嗯，主持人是刘顿杰，哦，骆玉笙先生现场祝贺，哎呦，演出结束，骆先生在台上跟王慧说过，咱们娘俩弄一专场，搞一清温专场，嚯，你探清温、浅清温，我来记清温，哦，那年他14岁，你看看啊，这一晃这是多少年了？成角早啊！啊，嗯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北京把曲艺重新的繁荣起来。对，啊，但是呢，这得慢慢来。观众是需要培养的，是常听曲艺多好，好啊，唱词优美，嗯，啊，赏心悦目，好听，坐着底听。啊，连温习一下古典文学，啊，《红楼梦》啊，四大名书啊，对对对，《红楼梦》《三国》《水浒》，哎，《话说北京》啊，我《话说北京》，郭德纲相声选，这都没听说，四大文学名著这都是啊。后来我这个给 K 出来不算了，压根儿就没有，啊，愿意大伙儿都来，哎，您来了我们也高兴，嗯，台上台下都这么高兴，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，人们都愿意啊，到处是喜气洋洋，啊，有这么些个名词嘛，名词，比如说从数目字里边就能体会出来，怎么体会，体会出人们想好的愿望都有什么说呢，哎，一是一团和气，哦，多好，一团和气，二龙戏珠，哎，这也是吉祥话，三阳开泰，这就更好了，四季长春，好，五仙过海，等会儿吧，等等等等啊，八仙过海，那三仙给会了，好嘛，您又饿了是怎么着，会三仙嘛是吧，没听说过，多吉祥词儿是吧，啊，我喜欢相声就在这儿，哦，能给大家带来欢乐，对，人就得这样，嗯，得会活着，哦，高高兴兴的，对，别琢磨那没用的事儿，嗯，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，你别着急，砸谁也砸不到他身上，他就不能站房上吗？好嘛，你瞧他站这。
这地方，别不拿武大郎当水果是吗？什么水果这是？别着急啊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那倒是，人就高高兴兴的，哎，好好的活着。对，睁眼看大千世界，多大的乐趣！哎，别钻牛角尖儿，那不好。喜怒忧思悲恐惊，嗯，这几个字儿一定要利用好了。是，别跟自己过不去，找别扭，就得找好事儿。嗯，当然了。这个也是有节制，这还有什么节制？就拿这个喜来说，高兴，高兴是好事，可是注意、有尺寸，这也有尺寸。太高兴了，对身体并不好。哦，这也对身体不好。给您举一个例子，您说，于谦老师，我这儿演出呢，哎，忙忙碌碌演完了，散场回家。嗯，一进门家里有喜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啊？90高龄的老奶奶，嗯，生一大胖小子。哎呦，等会儿吧，等，你先等会儿。我说痛快啊。什么痛快？别说了啊！90了还生一大胖小子呀、啊？喜事儿吗？喜事儿吗？这十几岁不算事儿了，全家都高兴，有时候于谦也高兴。十几岁也算事儿啊？这事儿也不小。别骄傲，别听我说，别闹啊！少搭茬啊！什么少搭茬？说话多伤着你啊！啊，简单些说吧，生一大胖小子。嗯，你看你痛快，一高兴脑血管破裂，包子铺一屉顶一屉，喜大了对身体不好，给我顶回去了，听着吗？嗯，就跟着，包括这个怒。生气，怒大了伤肝。哦，肝总生气不好啊。哦，比如说你这儿演出散了，嗯，吃饭去吧。吃饭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嗯，徐子亮、李菁这个买点菜回家做饭去。我呢，娱乐馆得上外边吃去，吃馆子，上饭店，嗯，往这一坐，来两啤酒，论两喝啤酒啊，我来两瓶兑凉水，我爱喝凉的。凉吃的啊，来搁这儿，来一花生，来一花生，来半个松花，我不要吃那花啊。嗯，那还没什么了就，坐这儿吃。嗯，摆谱啊，糟呗，有钱糟呗，是吧？这能糟多少钱呢？这个啊，带着饼呢自己啊，就人家桌子上的蒜吃，好嘛，不要钱，媳妇就算。嗯，旁边那桌俩人，一男一女，谈恋爱的。哦。叫了六个菜，叫了酒，俩人跟这吃。嗯，越看越恨了。哦，哼，倒霉去吧。你早晚你们俩人都留外遇啊。你看女的长得模样，坐台的，我告诉你，哼，倒霉去。人家能爱听吗？那当然不爱听了。我来抡圆了，啪，打我了，给你嘴巴。你看你有骨气。哦，能惹能扛啊。哦，扑腾跪去了。我这扛什么了？我错了，爸爸，别打我了。汉子是条汉子，谁是汉子呀？一条硬汉子，知道吗？ 一转身，要不你踢我两脚？行了，这人家挺客气，谁理他这个呀？啊，拿过啤酒瓶子来，烫，叫爸爸都没用。嗯，拿那筋儿，叮啊，扎尾巴骨上了，好嘛，送医院去了，歇半年，怒不好，怒大了伤肝和尾巴骨。尾巴骨，这都古典文学《本草纲目》都写着了，没听说过，是吗？啊，人不能太这样，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这几个字儿、一定弄好了。哎，对。另外，人这个情绪要控制好一点，平稳一点。大喜大忧都不好。是是是。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啊，能让这人受了刺激。哦，突然的一下。举个例子来说吧。啊，于老板。要是我，你说别人的不可乐呀、啊？你看这，就说我可乐。那怎么说我要不？说我说您，还得说明白。嗨、哎，行了，您就说我。说我不习惯，嗯，说我不信，大伙儿不信，是吧？啊，对，说我信是怎么着？于谦，于老板，还是我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不敢，轰动了天下。哦，月收入达30余元。一天挣1块钱，那个年头七几年，早七几年那不少了，不少了，不少了。嗯，每天高兴演出。76年发生大地震了。哦，于老板到处跟人说，嗯，我弄的，我弄的什么呀？地震，地
地震是我弄的，唐山大地震我弄的，满处喊哦，保不齐就这嘴快的，嗯，找你们团长去了哦，于谦弄的这地震啊，嗯，团长能信这个吗？人家不信，停止他的工作啊。我们团长糊涂车子呀，这是啊？你以为不是呢？啊，很好嘛。停止工作，嗯，工资都不给啊，都不给，全免了，打这起没工作了，得，你这家里能不数落他吗？是啊，吃错了药了啊，地震是你的事吗？啊，现如今这家里老老少少怎么办？这一帮人吃饭没钱了，你没工作啊，你爸别恨得慌啊，倒霉孩子呀，那嘴没把门的，就是嘴里没站岗的，你一人弄了地震吗？爸爸要不帮着你弄了啊，还不如我们团长呢，明儿俩是吧？你爸不就是团长？嗨，哎呀，不至于这么着 啊！说你恨你，你自个儿心情郁闷呢？啊啊，怎么办？赌气，生气了，一天到晚的，要不出去了？哦，哪儿不去了？就坐在家门口台阶上。嗯，谁跟你说话都不理。有，往上一坐，天天犯呆。嗯啊，来回看看。我这坐热了是怎么的？就说这意思，生气呀！啊，吃饭不吃，喝水不喝，不喝。天天的特别饿极了，来口馒头吃。哦，救活吧，救活到2004年啊，真没少救活。天天这样，嗯，换团长了。哦，换团长了，一查，哎，当初有这么一个事儿。哎，咱团开个会吧。嗯，你们大伙儿认为这事儿当初是于谦的事吗？团里有明白人啊？哎，大伙儿一致举手，是我们认为是他的事儿。一个明白人都没有，真的是啊！大山是这个，他这岁数也不小了啊！啊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事儿都过这么些年了，哎，甭追究了。国家也没追究于谦嘛，啊，把工资退给他吧，给算算吧。哦，一月30多，这么些年也不少了啊！100块钱，100块钱啊！100块钱，这么些年给100块钱。哦，把钱送家去，一瞧这100块钱，你疯了。我没见过什么，太好了啊！国家终于有理解我的时候了啊！哎，攥着100块钱大屋里出去溜，顺长安街这头疯跑，看见老太太打两下，看见老头踹一脚，我干嘛呀、啊？顺着通县一直往下跑，嚯、哦！大伙追你吧，嗯，拦着这人大喜大悲了不得了，神经了，追吧，追到燕郊那边，进、嗯、村了。村口那有个粪坑，嗯，你咕噔跳进去了，跳粪坑，在里边模仿一个水中的动物，啊，麻憨的，啊，沉下去了，张着嘴就下去了，啊，好嘛，还张嘴，一下死了，啊，但家里人很欣慰，你这么些年也不好好吃东西，啊，那也不能这儿吃啊，这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我都。不像话，您这例子说大喜大悲一定要控制好了、哦、不能回来，那倒是，是不是、哎、愿意大伙儿啊都长寿，哎，都健康，对，你看咱哥俩这么离奇、嗯、我也愿意您长寿，谢谢您，是不是、哎、对，多活些年，谁都盼谁好，多给大伙儿说些年、哎、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嗯，咱们相声界有那个长寿星老前辈，是吗？是，您跟人大伙儿学学那个，也去健身锻炼，你看看刘振华，对吗？莫桑这榜样，你学学，是吧？我要学他，我早就不在了，是吧？你可以不学，可以不学，嗯、愿意你好，活100岁，啊，那，对吗？好人不是不能活100岁，哎，人有活120、130的呢，有，世界有这记录啊，不少呢。你怎么不行啊？啊，对不对？200，哎嚯，400，呵呵呵，500，借您吉言，哎嘛，500岁的老艺术家于谦，好。到时候带孩子看你去啊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于大爷，看见了吗？别摸表着，你看，你看我咬着，你看还动呢，还动，我还动呢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这样，老艺术家这个照一千年活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只要不宰他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还能动活呢。愿意您长寿、嗯，我爱跟这个长寿的人聊天，是吗？爱跟这个，咱们那哪儿？大兴一直往南下的，快到这个鱼房那边呢。嗯，有一个村儿，长寿的人很多。是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可能是跟喝水是吃什么东西有关的，水质有关系。可能是，我去过。哦，一进村儿一瞧，村口那儿大堂椅上，嗯，老头们坐着很多人。
哦，啊，一个个鹤发童颜，跟老神仙似的。你看看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身体好。你瞧他刚出生孩子那脸了吗？啊，老头们那脸都那样，粉嘟嘟，白胡子散满胸前。嗯，这不神仙吗？对，你说这咱能不问啊？老寿星，一瞧把边这个离我最近大躺椅坐着三位老爷子。哦，看着一个比一个岁数大。啊，把头一个开始问，说老爷子，嗯，您今年高寿？嗯，还小呢。多大？85。呼，80，满嘴的牙都有，小脸蛋儿，胡子到这儿，白头发，一丝不乱，嘿，梳得整齐。哦，老爷子，我说您可不能保守啊！啊，怎么能活这么大岁数？对，传传经验，没别的，每天早晨吃3个核桃。哦，就这仨核桃就管用。早晨一睁眼，啪啪啪，砸3个核桃。哦，核桃仁搁在嘴里边，嗯，嚼。嚼够100下、哦、你别嚼只咽了不行啊，哦，慢慢的嚼，细嚼烂咽，嚼够100遍把它咽下去，嗯，坚持下来你能长寿。哦，好主意。行啊，这个不贵啊，不贵啊，还这核桃多少钱？这容易，人家活85。哎，二一个说老爷子这岁数比那个大。哦，这胡子到这儿了，呵，知道吗？眼窝都是塌了，岁数大。嗯，老爷子您有90吗？嗯，98。哼，老神仙呢，小100岁啊。啊，我说您这个有什么诀窍吗？嗯，哪有诀窍去？早点起。哦，早起4点，我4点起。哦，跑步。后还跑步？跑步，慢跑，可不着急。哦，一直跑，跑够1个钟头，身上要见汗。嗯，常年坚持就行。呵，锻炼，一分钱都不花就能学这个啊。啊，再看第三位，嗯，这胡子都到这儿，更长了。哎呦，这脸上啊，嗯，你这两位可瘦，皱纹是一道完一道。哼，我心说这个120都打不住。是啊，我说老爷子，您这长寿秘诀是什么？哎，我这秘诀，多交女朋友。嗯，认识了就在家睡觉去。啊，一个礼拜争取换7回，一天一个，嗯，就行了。呼。还有这办法？嗯，您今年高寿啊？嗯，35，这模样，好嘛！你等死吧你！哎，对了，你活不了几天，熬不醉的你这是啊！这头两个能听，后边也别学啊！哎，你要不说没人收，挑费也高，那可不是吗？挑费高，嗯，进这村儿，我认识一个人，嗯，就这村的，上家里去，祖孙3代。嚯，老爷爷啊，99，90多了，99，嗯，这爹82，哦，这孙子都70，好家伙，说是人家这岁数啊，家长寿还了得呢，踩着肩膀下来了，啊，踩着肩膀下来，像话，人家长寿啊，成哥仨了那个，一进门，嗯，爷爷站起来了，嗯，哦，串门来了，来的就是客，坐，你瞧，哦，眼睛不花能瞧见来人了，你瞧，二老爷子你好。贵姓啊？嗯，不是，我姓郭呀。哦，哦，坐坐。贵姓啊？姓郭。哦，坐下。啊，倒水。哎，贵姓啊？还是没记住。我姓郭。嗯，他儿子干这个，这，您俩岁数是太大了，哎，啊！人家说了3遍，姓李，姓李，听不见呢啊。全没听见，和尚。儿子站起来了。啊，您别理他，您坐着，他岁数大了。哎，有事啊，王先生。哎，擦糊涂的耳朵，你们这相法治一治。哎，对了，这么大岁数听不见也是个累赘。来了挺高兴，啊，我说今儿我跟您这儿好好待一天，啊，瞧瞧怎么能够长寿，怎么能够健康，讨换招来，很高兴。嗯，尤其这个岁数最大这老爷子，嗯，坐着，好，我给你做饭。嚯，我能做饭，还能做饭？别瞧这岁数啊，买菜做饭都行。嘿，老头出去了，一会儿功夫买回4条鱼来。哦，做鱼，你闻呐，这鱼都臭了。哟，那老头的鼻子聋，闻不见，不新鲜，还挺高兴，自己亲自下厨，剁得了，煎好了，熬鱼啊，搁那一会儿他们回来，咱们一块儿吃。等人吧，我一闻呐，这没法吃啊，这鱼都臭了，这鱼要活着20来岁了。好嘛。怎么吃这个 啊？家里人那几位乐了，别使这茬。哎，老头岁数大了，他这鼻子有毛病，闻不出来。对，冰箱里有鱼，他都忘了，给您换新的。哦，把这臭的全扔了，倒那鱼拿出来弄好做得了。嗯，中午往这一摆，大伙一吃，老头痛苦。嗯，你怎么就买的鱼好？好啊，好吃吗？啊，好吃吗，李先生？嗯，哎，我姓郭。哦，
找我们。哦，孙先生啊，吃，就甭弄这相声事儿。好吃吗？我说好吃。我说太喜欢吃了，真好。丁光五次把鱼都吃了啊，吃完老头高兴，睡觉吧。嗯，睡觉。下午到了，睡觉啊。嗯，晚上别走，睡吧。睡醒了啊，睡醒一睁眼，这屋里的苍蝇都满了。怎么回事？文学苍蝇，一瞧地上一大堆鱼。嗯、老头站着看我乐，怎么？我说您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们夸这鱼好，我都买来了。我好嘛。谢谢，来了不少的朋友。嗯，刚才是这个高峰和栾云平，是啊，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我们俩人上来跟大伙儿这儿聊一会儿，哎，说会儿话。其实大伙儿都熟悉，嗯，尤其是于老师，在这个行业里边，大家非常的喜欢你，大家捧，说的也好，不敢当，台上台下都是这份儿的。您捧我了，四门功课，嗯，说学逗唱是，样样精通，过奖了，你信吗？啊，那是真的不是真的呀？您这么一说，哎，当真的听吧，还是假的？当真的听吧，啊，人缘也非常的好，他们喜欢我，真的，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很善良，人好，那是，哎，嗯，这后台啊，嗯、整个北京德云社啊，嗯。演员加上学员一百来人哦，谁最善良？谁呀？就是您，这个夸我呢，一后台都知道、哦、谁哪个哪个善良？嗯，这都说我这善了啊，善了，善良，善良，这是最善良的了 啊！向您学习，您客气了。有今天的造诣，我觉着啊、嗯，跟您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，都有关系。有人说了，说相声嘛，嗯、啊，会说普通话，站在这儿，俩人把词儿说了就成了。是啊，嘴不利索算南派笑星啊。啊，这谁给定的论呢？这是怎么都好干哈？嗯、啊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。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啊。我们一说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嗯，这只是笼统的来讲。哦，大概这么一说，真把它分开了十好几样呢。对，而且来说，演员拼的最后拼的是文化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拼的是素质，是底蕴，在这方面啊，嗯，你的素质特别好啊，真的，这我成骨子成的多是吗？什么话这叫？什么叫素质特别好啊？高素质的高素质，高素质的人，哎，您这非倒一字儿不可是怎么着？高素质的人，哎，您就说清楚了行吗？可以，人家打三岁学小提琴。三岁早点吧，三岁学小提琴那会儿啊，因为小时候一落声大伙儿就坏，这孩子糟践了，怎么呢？别的孩子抱来可爱，他小时候这样，那我是非学不可了是怎么着？啊，我要不学我就废了，我就家长也着急呀、啊、嗯、啊、父亲们就说哎呦、啊、这个父亲们哪儿这么些个呀，父亲呢？母哎呀，你看他高兴的。行，这里头有你啊、哎！谁说的？哪儿啊？这哎，不能让人白乐，知道吗？对，把我豁出去了不成？啊，有他一个，有你一个，有你一个。全大人包，得看得瞧。没这么些个啊，没这么些个。有你父亲、你叔啊，家里这亲人们呢？他们哥们儿。哎，哥们儿，大伙儿一块儿，这怎么办？嗯、这孩子这样啊，学小提琴去。哎，就学小提琴还不算残疾、哎、拿小孩事儿给割小提琴嗯不用手啊，你看这割夹住了、嗯、想掉都掉不了，嗯，锁在脖子上了，特别可爱，嗯，一般拉小提琴这俩手都得站着，是啊，这扶着这拉很闲呢，唯独他这个嗯那我有音儿没音儿啊，我这手不按着、啊、这手挠挠痒痒都行，不耽误事儿，怎么那么闲的呀我啊，拉小提琴拉得好，嗯，据说人家那个音乐界还夸你来着，是吗？有史以来拉得最好的，你瞧，别解释，别问，谁问谁是那个，那我拉得好也没多大功夫，这，但是有史以来，这行了，就打吃完饭以后，我拉得完废，啊，行。
哎呀，你说话很肮脏啊！谁脏啊？我都听不了了。您往沟里带啊我！但是我喜欢。说的不像话。咱们学不了人家这个，这当然到后来了。我有天赋。后来做手术，大夫说这还这样呢，行，做手术，哎，看，哎，这样了。哎，对了。我这左右手都成，所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哎，天赋这方面得跟您学。你我打小我，你让我安安静静说弹个琴呐、啊，拉个、我来不了这个，不好静，我是好动。哦，打小好踢个球什么的，锻炼啊，有时没事小朋友们一块出去。行行行，好踢个球。哎呀，也不行了，岁数大了，打不动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您可以叫徒弟打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起哄的都有证吗？您这是踢球吗？这个？那个，我们踢那人姓球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这、是体育运动，我喜欢这个。体育运动了。当然后来有时也组织个小队伍，哦，球队，哎，大家一块儿就踢足球呗。哦，足球是男人的运动，那倒是。当然了，你说指着我得什么奖，这个不可能，就是业余练，活动活动。对啊，他们还送我一外号，叫我就不好意思说，有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。没关系，我们什么？他们说我是球场上的福尔摩斯。哎，不是。您这都不挨、不对啊！等会儿我想想，对不起啊，我是、球场上的比尔盖茨，也不挨的呀。球场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，这嗨，一个跟球有关系的都没有。我也不懂，反正是球场上的那个，反正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是什么？好像是什么呀？您这是，就是好动，喜欢这个、喜欢运动，喜欢运动。好人家比咱强，没有，我这好劲。打刚才说了啊，拉琴。别提这个了，哪都这手啊！好看书，学习，尤其看古典文学啊。哎呦，古典文学，嗯，大部头的那个书拿在手里边啊，手抄本是怎么翻？我也不懂，怎么翻？这么翻啊？是你背面还有？不是你书怎么印的？那是？这么印的、这么翻呢？古典的都竖着那个，对，竖版的，黄色的那个书，老书了。哎呦，买着了！有这个谁还看盘呢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的什么书啊？就是那个线装的书。线装的那个繁体字印的那个，那怎么谁还买盘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有的是你影印本的，有的是拿扫描下来搁在盘里边，在电脑上看。您这实物正经东西，那就书嘛。拿了后台显摆，看见吗？各位啊，宋版的，这是明嘉靖年间的。你瞧瞧，后台孩子们哪认识字？这什么呀？繁体字不认识，不认识啊！我给你们念念。哦，还得讲，啊、我给你们念念这个。好啊。哟，老师，您那什么书？就是古典小说哦，有没有我们这小孩不能听的？有，保不齐有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们跳过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准备，哎，跳过，嗯，跳过，跳过，全跳过去了，跳过，哎，念完了，这嗨，那就是皇叔啊，这个，全跳过去了，皇叔是刘备，这嗨。这不挨着您这都，咱们跟人比了吗？您呢？对吗？我就是活泼，啊。什么您呢？当然了，我就活泼，活泼，活泼。这哎呀，这个词儿你不知道？我那费解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切，不知道您说他干嘛？好吧，算我没说，行吗？活泼，活泼是吗？活泼，哪俩字？什么叫哪俩字？好，也算你没说，行吗？好。咱俩谁算没说呀？这就扯平了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，是不是啊？跟他聊不了天，因为我当然我也是喜欢玩啊，喜欢就出门旅游啊，或者是研究点东西。你让我踏踏实实坐那儿看本黄书啊，看。因为我是您只能看盘，反正。你有证吗？干什么有证吗？啊，您到底爱好什么？就是我就是爱做学问，但我属于那种很开阔的脑子那个。发散性思维，
哎，什么？发散性思维。哼，什么意思啊？您这人太不识捧了，您就一答应着不就完了吗？我得死个明白呀！我知你夸我骂我呢，夸您呢，说您思想活泼呀。哎，活泼这个词儿很熟悉呀、啊。您用过？我对、啊，我喜欢研究什么的，反正也是、啊、也是看书啊，有时没事我就是上网什么的，反正这都是喜欢啊。您这刻毛豆呢是怎么的？就打电脑，然后这电脑都碎了啊。有时搞个小发明，小发明。因为像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这种人啊，啊喜欢这脑子也快。哦，我研究了一个那叫什么呢？前两天我跟他们商量，那叫地震预报系统。嚯、啊！地震预报救万民于水火。嘿，安上我这东西，反正不便宜的，实话实说。那得有成本。全部系统3000来万，真敢花呀！你看，你想灾难面前钱算什么呀？救民于水火，哎，3000来万啊，咔插好了，我知道，我这个预报系统地震啊，好，地震前5秒预报，啊，那来得及跑来不及呀、啊，这个、啊、预报完了也得砸死里头啊，可以啊，啊，什么叫可以呀、啊？那您预报这管什么用？我努力再改，它能5秒钟，它就能6秒，对吗？60秒也来不及呀、啊。10秒可能还得几年。哎，这好，这得死多少人呢？因为就这些年，就是包括从上大学这些年，然后一直就是也没闲着，反正是好研究过这个东西。哦，啊，当年上学，反正这各位你们也是念书人是吧？嗯，我上学这些年是上学吧，是吧？怎么了你？我上过学，我上过学。我上过学，哎呀，好，我真的我上过学。哎，那我就得问问您了。哎，别，好商量。什么叫好商量？你说多少钱？你不问我，你说吧。哎，这跟钱没关系啊。您不是上过学吗？对。您在哪儿上的学呢？我说出来，我吓死你们。我不至于。春天花花幼稚园。哎呦，这都我们同学啊！谁呀、啊？校友们好！真有答应的呀！这咱们都一块儿了，都一块儿了啊！上幼儿园呢？就是咱那不刚开始吗？啊！你上学，你直接你哦，你小学7岁你就上大学，你不得一步一步吗？那你不能算那儿毕业的呀？没，我打那儿出来，春天花花幼稚园嘛。啊！幼稚园先待了些日子，后来要说，哎呀，这太弱智了，这。不是，这太幼稚了啊！到底是什么呀？然后从那儿毕业之后，你不才能再走向社会吗？还是那儿毕的业呀？不是你毕那儿毕完业，您就走向社会了？您哎，别闹！您是卖盘报的那个？你说多少钱？哪儿就还是钱？您、当然后来也上大学。你们后台说一下刚才那高峰啊，大学生吧？那是他是哎，里面还有大脸蛋的叫侯震啊，对呀、啊，大学生吧？啊，是我们仨同学。你们仨同学，我们仨一块儿买的文凭 啊，买的文凭，你们这算同学？那叫同学吗？那个同学，嗯，那就不叫同学，不算吗？啊，当然跟他们我一看水平太低，哦，还得跟于老师在一块儿待着。您看又捧我，不是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咱实话实说，玩笑归玩笑，当初我们都没辙，那会儿说相声上庙会上街上给人说相声、一场挣10块钱，那会儿于老师在哪儿啊？您说，那会儿您已经比我们强之万倍了。我干这干的早。当年咱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们还街上说穷相声那会儿，您是不是已经拍电视剧了？哎，那时候拍点小戏。哎，怎么样？有看过了吧？哎，对不对？那你是有。那会儿演电视剧、电影跟着忙活，当然说不算影视剧大腕头钩人物。哎嗨，刚入行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比我们强啊。是吗？你瞧瞧，我们还琢磨，哟，今年冬天穿什么样的军大衣啊？哦，庙会我戴一什么手套啊？嗯，琢磨这个，人家那会儿就已经跟港台演员同流合啊，同台而坐，我们坐台去了是？什么叫同台而坐呀、啊？对不起，我这个、啊、同一个戏里边弄来着，不是您这都是人话吗？一个戏里边来着，不是在一个戏一块拍戏，对，人家说话我们听着哟。太洋气了，我那是怎么个洋气？那会儿就跟香港人是一样的，
哇，你现在你不觉得如何？接触多了，倒退十年二十年那会儿啊，一说这港台明星，老跟他们聊天，这人好香港来，哪了了？是是，香港大伙儿都熟悉，是吧？对，那个对对对对啊，对，你看这都是香港来的，这都是嗨。你闻身这牛肉味儿，你闻还是肉饼啊？这不是家具也不错，是吧？香河啊，香河香港，香港啊，香港是吧？港台明星，你看我们那会儿说话，你就能分得出来。嗯，我和你啊，咱们这么说，我和你，于老师那会儿，嗯，我恨你，要单这么说也别扭，是不是？我恨你，对吧？你先走，哦，人家那儿你走先。啊，对，我走先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你说的真是人话。哎，这是人话。跟他们接触多了，就那样，嗯，弄一饭盒，我们那会儿都带饭嘛，嗯，大饭盒、小饭盒，对呀，人家便当，对，叫便大便当、小便当，嗯，啊，哎，我这大饭盒里边菜，小饭盒里边饭，嗯，人家我大便当饭、小便当菜，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嗯，我这自个儿就循环了，我这啊，值得羡慕啊，羡慕什么呀？值得羡慕。不管是知识、文化水平方方面面，包括眼界、视野、胸怀，嗯，您都撑得起是我的老师。哎，您过奖了，真的不能这么说。我说句良心话，我要说我能跟您学点什么，啊，我这辈子没白活。您客气，要不您就开个价，你说要多少钱啊？要不多少钱？你说，你收我当个学生，你要多少钱？我也确实，咱实话实，钱也太多了，家里钱也花不了，只能烧啊。那您还自个儿留着得了。你说你是要房子要车，这都能给你烧。啊，这算算算。您这全是冥币呀，合着您。就明明白白的这事吗？行了，不要您。愿意跟您学习探讨。我不能这么说。我听人说了啊。嗯，于老师有一雅姓。什么呀？大私人。啊，什么叫大私人呢？不是那个很斯文的能够作诗的那个。啊，那谈不到。斯文败类。啊，斯文败类。不是你们这都这么捧人是吗？对对，我们这是最好的这个。我们这写点诗。哎呦，于老师可弄了不少吟诗啊！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吟诗啊？吟诗搭对吗？啊，那吟唱之吟呢？你以为呢？哎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也想的是吟唱之吟啊，那咱们就没杠台了。对。说明我们的品味是一样的哦，您也好这个啊？对，我也好吟诗啊。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咱们两个人吟一回吧。啊，咱们呀，甭找合适的机会。嗯，今儿就挺合适。今儿现场还有女观众呢。您要干嘛呀？吟诗答对吗？啊，还是的呀。要说不上来，人家大姑娘小媳妇一笑话，咱俩多丢人呢。不爱的，咱们不怕呀。咱们说相声的，在这儿。爱好而已，可以连连句，咱俩人假装就是那个文人了哈。干嘛假装啊？啊，咱们好学就完了呗。咱们俩人来一回啊，做做诗。我们俩可就要开始连连看了 啊， 啊，连连看，连连看游戏。那咱来哪个？植物战僵尸，好吧？啊，这是你打那边来，我砍你啊！哎呀，您还是看盘去吧。您你找一桶，找一桶空，找桶干嘛啊？作诗嘛，连句嘛，这就开始了。对呀，啊，那您说吧，咱俩怎么？我来个题目。好，太好了，好吗？好，今天咱们在这儿做一回五行诗。好啊，好好好好，真听明白了，假听明白了，那是谁能听懂这个？哎，那您直接问也不碍。就说咱这人善良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？什么叫善良？你要直接说不明白，他臊得很。也不是谁臊得很。于老师讲一讲，什么叫做五行诗？哎，这可以。好的。金木水哦，您这明白的也太快了吧！我是想配合一下，啊，这用不着。来吧，您正式说吧，好吗？哎，金木水火土，这为五行。嗯，这五个字作为五首诗的开头。嗯，我说一首诗，您说一首诗。嗯，每个字拿这开头，这个诗里边呢必须带着一位古人啊，而且呢，咱们这两位古人。还都得同一个朝代，嗯嗯嗯，还都得说得上话，哦，这个诗有讲究，很麻烦的这个啊，那倒是，就完了吗？基本上就完了，没有别的附加条件了哈。哦，后边呢还有四个小字儿，哦，什么意思？这算小批哦，好极了啊。那么我们请于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五行诗。我白费劲了，刚才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五行诗啊。
我以为你获奖感言呢，你说。哎，我哪儿就获奖了？你这不不挨着吗？这就是咱俩人作诗啊，金木水火土，这为五行。对，分别拿一个作诗啊，先弄一金的，弄一木的，弄一铁，弄一席里的是吧？啊，席里的，就说是这个意思吧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是你那里边得有古人，我有古人，哎，这一个朝代说得上话，是完事这还有什么四个字小批儿，哎，批语，来吧，干嘛呀你这？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呀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啊，您这都不是人话，可以了吧？啊，您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。那来吧，我先说。好啊，您把您那爱好又想起来了，您撂下。好了啊，来吧。五行诗，我从今开始说。可以，不要着急，啊，咱慢慢说，大伙儿听得明白。哎，好。嗯，金锤一对，上下翻。两军阵前砸金蝉，谁人不知岳云勇，哦，力大无穷拔泰山。怎么他们不乐呀？这有什么可乐的？我这诗做完了。我乐早了，是乐晚了？您听见什么了您就乐呀？不是得配合一下吗？不说完就乐吗？我用你配合吗？我这诗做完了，里边有一位古人。哦，这就完事儿了啊！我还以为跟相声似的，说完得乐呢。哎，为配合你了，我还不用乐，我还亏着心呢，我呢。哎，这有什么可亏心的呀？好极了啊！啊，那你说你这是人古人诗？古人诗。哎，最什么？再说一遍，没听清楚。金什么？金锤一对上下翻啊！找两军阵前砸金蝉，一位古人啊。谁人不知岳云勇？第三句啊，力大无穷拔泰山。这个古人是泰山啊，泰山什么学问呢？您说那是人猿泰山，四个小字儿，人猿泰山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四个小字哪儿就人猿泰山？一小字儿。你的对，你的对了。没还没说小字儿，四个小字儿一会儿再说。你不说完了吗？人猿泰山吗？没有人猿泰山，我说您学那人猿泰山，哎呀，啊，这不挨着，不挨着。我这古人是岳云，哦，行，啊，什么叫行啊？行吧，说的您听明白这个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知道什么故事吗？行，没听明白。这行，岳云呢？岳云，岳云啊，锤震金蝉子吗？啊，岳飞传里边没听懂啊。我挺给面子，你别闹。这得就该您了。别没完没了的啊。谁没完没了的？我们俩人用五行来作诗。对呀，啊。金木水火这为五行。对。那么这个五行啊，这个金木水火啊，这五样在我们这个。金木水火这是五行啊，这是。金木水火土啊。哦，金木火土啊。我们这个您非缺一个。怎么着怎么说？金木水火土。哎呀，你都烦死我了你们。谁烦死您？这知识太匮乏了。啊，金是吧？啊，你听我这头一句。好，金，头一句啊。嗯，今天过年不收礼，这有点耳熟。嗯，二句呢？就一句。啊，就一句啊？这确实就一句。那不成啊？四句为诗啊？四句啊？咱们作诗吗？来，金鸡未唱汤先热，红日东升客满堂，身有贵样休来喜，酒醉年高莫入池。谢谢，行家都在这里，还喊好呢，真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您这古人是谁呀？洗澡那大爷。哎，四个小字儿，天香浴池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！我准知道是浴池，这不成。这个一样吗？这不，这不一样，不可以。得有古人呢。哎呀，古人啊啊，可以啊，出口成章。您来吧，金金金。金木水火土，嗯，一下全说了您这个，
一二三四五，啊，要把戏法变，啊，还得抓把土。您这古人是谁呀、啊？变戏法的大爷，怎么全是大爷？四个小字儿，汤哐汤哐，哎，这好嘛，带着锣来的，啊、不长，您得踏踏实实重新来。哎呀，你这好好作诗嘛？是我是好好作诗啊。别着急啊，小鬼啊！啊，什么叫小鬼？亲哈，亲，亲，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可乐。岳云啊，嗯，岳云，没有没有人猿泰山，嗯，金金锤一对，上下翻，二句。两军阵前砸金蝉，三句。谁人不知岳云勇，力大无穷拔泰山。哎，这怎么样？您这复读机呀、啊，您这弄好了是个 MP3， 您跟我这一样，您这记性倒不错呀。你这是承认我了？哎，这嗨，您打这夸您呢？啊，怎么着？您自己得重新做呀。哦，您哪跟我这翻下来不成啊？好啊，啊，金是吧？金，金，嗯、哎，你作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想吧，乐啊。我知道你是谁，哎，于老师家来的，有你一个，咱别烧得上我行吗？金枪一杆，抖威风，哦，杀退乌珠，破万兵，嗯，肩向金牌十二道，嗯，岳飞命丧，风波亭，哦，哎。我这有一古人，您这古人是岳飞，哦，你那是岳云，说得上话吗？太说得上话了，嗯、你猜怎么着啊？你奶奶在我后背上写过字儿，这嗨，四个大字儿，葬命排忧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没写过这个，没有四个大字儿啊，四个小字儿，哎，四个小字儿，您这是。父子英雄，我这儿也有。您是儿啊？啊，随父进忠。哎，这不去啊？您这占便宜。这再来一遍这个吧？啊，干嘛呀？我很喜欢。哎，您喜欢啊？把我豁出去了。你这两首诗能找出古人来，而且还能一家子，你看，这倒霉就倒霉您这一家子上。你净占便宜，谁占便宜呀、啊？嗯，我这吃着亏呢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咱们再说下一个。该铁了吧、哎、是吧？哪有铁呀、啊、金铁水木，金木水火土，金木水火铁吗？是吧？啊，这嗨，有铁没铁？没铁，没有铁，现在不带铁的了、啊、以前也不带啊。来吧来吧来吧，金木水火土木啊，木啊，嗯，木梳青丝女婵娟，嗯，花园拜月恨苍天，嗯，王允巧施连环计，离间父子美貂蝉，嗯，您这人是貂蝉，听我的，您来来，金锤一对上下翻，还金锤呀、啊，木金枪一杆抖威，木枪一杆，木枪干嘛呀？木兰干外不对，哦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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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对了，哦，你这儿来，对，我这对你扒了我，你不是这说惯了嘴了，你刚才说的谁？木啊，我说的貂蝉。好，他说的是三国的美女，对，貂蝉啊。貂蝉呢、啊、什么什么，是美女的名吗？这什么貂蝉啊？貂蝉啊，貂蝉、嗯、您什么耳、啊、貂蝉是吗？貂蝉，哎呀，你这个嘴是有毛病，你听我这个，你耳朵有毛病。木兰干外美英雄，哦，散不来在
凤仪亭，哼，怀抱貂蝉和董卓看，嗯，吕布画戟刺奸佞。嘿，您这古人是吕布，你那是貂蝉。能说得上话吗？哎，都一被窝了。怎么这么寸呢？这玩意儿，您那四个小字儿啊，我这四个小字儿 啊，眉目传情。我是嗯，给钱就行。哎啊，还要钱呢？啊，不给钱了。这你哪儿就做上买卖了？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什么呀？这金木咱们都说上来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回该铁了 啊！没有铁，没有铁，老憋着铁呀、啊！你说吧，您这不成啊？啊，投了老占便宜。啊，咱们换个方式。哦，改形式了，改形式了。嗯，这回呢，咱们一人说一句，一人就说一句。对，说一句算犯规吗？不算犯规。行嘞，就一人说一句。但是 啊，还有个要求。你说这一句里边就得带出古人名来，一句就有古人名。对，而且还得合辙押韵，并且字头咬字尾，顶针续麻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？现在就开始。一句的诗。对啊，一句可不算犯规。当然了，来吧来吧，说，听我的啊。水，水漫蓝桥蓝瑞莲，今年过年不收礼。哎，怎么又来了？我有一句诗没地儿搁。这用不上。用不上啊？用不上。那你说蓝瑞莲，你得接着莲字往下说。啊，莲啊。哎，这叫顶针续麻嘛。字头咬字尾。对，这个是很难弄的，是吧？哎，就是。好，水漫蓝桥蓝瑞莲，莲花池旁魏景元。魏景元蓝桥会，又是两口子。哎，怎么那么巧呢？诚心，我这跑不了了。元元，辕门救夫穆桂英。嗯，英勇宗保到阵前。哈哈！哎，做诗人很快乐呀、啊。您这是憋着作诗呢吗？您这钱钱嗯，钱是姻缘白娘子。紫都之貌是许仙，先传武艺刘金定，顶披肤牌俊宝男。男人没有樊梨花勇，勇冠三军薛丁山。哼，山前学艺装饰女，女与罗成配姻缘。缘何又把织女渡，渡走牛郎上九天。嘿，行，我这可追上去了啊！我上天你也追着。嗯，天上人间我都去。嘿，好嘛！天，听着啊，哎，天生我潘金莲儿多好看。等会儿，我可潘金莲儿了。您要再追着，您可就是这位卖炊饼去了。啊，天生潘金莲多好看。嗯，看见我西门庆到这边。奸夫也算呢，您这个可以啊。嘿，好好好好。嗯，边边关孟姜女寻夫去，去寻范喜良未回还。还有婆媳楼上坐，坐楼杀妻送老三。好，又把我杀了。嗯嗯，哎，三堂会审玉堂春，春日景龙到河南，南柯惊醒林黛玉，嘿嘿，玉腕搭在宝玉肩。哎，这玩意儿去，哪儿那么媚气？嗯，听这个啊，哎，肩披金甲花木兰，花木兰，没爷们儿。您要乱给他配对儿，您可留神我抽你啊。这半天了，花木兰没结婚啊。哎，我去吧。哎，你去。嗯，你得作诗。花木兰肩披金甲花木兰，花木兰女中英雄啊，豪杰呀，啊，女扮男装啊。对，姓花，花木兰。嗯啊，其实人家是个女孩，嗯，是大姑娘，到了军营里边了哈。元帅看见哦，
花姑娘。嗨，哪儿出来日本元帅呀、啊？这姓花吗？花姑娘吗？那没有这么说的啊。这个对，肩披金甲，花木兰。对，拦不住满营众将官。啊，这嗨，干嘛呀？这是因为都知道她是女的。那都知道，那就不能说呀。你哎呀，你傻啊！你想你要在那个营里，你知道她是个女的。你舍得报告去吗？啊，这好嘛，谁都跟你似的，还藏着。去你的吧啊！肩披金甲花木兰，就可以到这儿了，可以到这儿、啊，这就到这儿了。我有一句嘛，拦不住满营众将官嘛，是吧？这不怎么样。我们这成功了，我们五行师都说出六个来了，现在啊，哪儿有六个呀、啊？一人说俩，说一人说仨，二三、哎、二三，来吧，改改规矩，怎么您这不成？哦，还有规矩啊？您好，追着我占便宜，您这还没完了。闲着呗。这么着。还是四句啊，嗯，一人四句，这回咱们这四句诗得讲出一个故事来。你说的这是火字，火字哦，而且这故事还不算、嗯，还得字头咬字尾，这么复杂呢？对，后边还有四个小字。哎呀，做个文人真辛苦啊！你看这时候又先辛苦了，来吧，听着啊，可以火，嗯，火纸为新坟，嗯，坟前一家人，嗯。人苦谁似我，我夫早归阴。哦，字头咬字尾，知道什么故事吗？您这故事是小寡妇上坟，爷们死了。哦，来吧啊！什么叫来吧？听我这诗啊，您坐呀。水哎，过去了啊，就火了，火啊，嗯，火化纸灰散。嗯，散步青年汉，嗯，汉子真命苦，哦，苦把家人盼。哦，你那故事是什么？小寡妇上坟。我这是光棍哭泣。你瞧，这我又要倒霉。嗯，您听我这四个小字儿。您这是姻缘有份。我这是愿你嫁我。哎，我呀。嗯，好容易跑了，好不好？行了，火字过去了啊，火字过去了。咱们说土、啊、哦，有土字了。对，有什么讲究没有吗？咱们这回呀 啊，咱们得多点花样。你说，多点画佐料啊。到最后四个小字儿，咱们多点嗯啊，这是哎呦嘿，最后还得道歉道歉，说出花来。有虚字儿，让它好听啊。来吧，咱们听着啊，说说，土生奇花分外香。嗯。香躯斜卧象牙床、哦、床上常把情郎想，想到三更伴才郎。哦，这是你的四句诗。对，小字呢咱们待会儿说，一会儿再说啊，该我了啊。对，土是吧？土，土山游玩转回归。嗯，归来青青入罗围。嗯，帷帐以内家妻会，嗯，唤醒家人把灯吹。您这四个小字小字带虚字 啊，哎哟，郎可来到、哦、嗯，吹灯，嗯，看报、啊、看得见吗？西征梦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哦，大伙儿来都是听相声来的，哎，人不少啊。嗯，我很欣慰啊。老词儿，多来吧。嗯，多捧啊。对，多捧他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，相声演员。于什么来着？忘了。于谦。哎，对对，于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不总看这个《法制进行时》，你知道吗？跟《法制进行时》有什么关系？闹不清。于谦，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。没有，大伙儿多捧，我托付你们了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，多捧。这位还真相着我。我很喜欢你们这行。相声好啊，好，弘扬真善美，对，藿香正气，对。什么叫藿香正气、啊、就是有人叫喊藿香正气什么，您说的就不对，哪有药材呀、啊、相声反正好
说相声好，好就完了吗？太好了，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啊，我坐行你们这行子。嗯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个什么坐行这行？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。哦，您不是干这个？你不知道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瞧我这身军装，哎。您这军装啊，这是？我是一个军事家。您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都知道啊。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？军事家，军事家上桌子干嘛？你看，行。干嘛呀？敬礼啊！您这是敬礼呢？这是敬礼？怎么了？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？什么呀？您这是？我今儿是没带着枪，知道吗？带着枪？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，我早秃噜你了，我告诉你。你也得有那玩意儿啊！手榴弹一块钱六个，我先扔你100块钱的。嗨，没那么便宜。我尊敬军事家啊！我们这到哪儿去？呼啊！嗨，知道吗？行，打枪，手枪，崩弓子都有啊！什么军事家呀？您这是？不同的战况，不同的兵刃，知道吗？嘿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，嗯，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？没听说，我是老河部队的。什么部队人呢？老河部队，老河部队，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哎，你不看电视啊？电视上有吗？世界有老河部队啊？嗨。维和部队，什么叫维和？维持和平啊。老和呢？不知道。老得维持和平啊。哎呦，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部队，我说实在的，老得维持。说实在，我跟这外行啊，没法说，知道吗？哎，啊，你就说相声在这儿，厕所在后头。您这干嘛呀？紧紧我这武装带。武装带都杀里头。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1997年啊，世界上各国的这些个法人们啊，嗯，都聚在一块儿。什么叫法人呢、啊、您这各国负责人、啊、这首脑，对，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，吃早点呢是吧？首脑，首脑，大伙儿聚在一堆儿啊，大伙儿开会啊，世界上乱。哦，净这些捣乱分子，知道吗？捣乱的，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老核部队，维持世界和平。哦，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。哎，这不嘛，其中就包括我。哦，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有我。哦，以后当时就定了，定了，找一地儿培训吧。培训得找一个哪国家？上哪儿？瑞士，瑞士不干。哦，我们是中立。哦，不掺和，不接待这个。哎，法国怎么样？不行，法国忒浪漫，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。您上那儿干嘛去？日本啊，吃生鱼片怕闹肚子，全毛病。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、四季如春的国家，哪国？通县。通县。通县是国家吗？通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许你侮辱通县。怎么了？通县永远是我家国，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嗨，你这都不爱他，这都我喜欢在通县这儿，喜欢就去吧。你都跟这儿，大伙儿聚一块儿，全世界挑来的啊！我们这100来人都聚在一块儿，上通县了上课。嗯、啊，跟我们上课的老师谁呀、啊？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。哎。您先等会儿吧，您先等会儿，别说了。这五星都上将了，怎么还下士？他上完将得下士卖去呗。好嘛，卖大将的，卖大将的嘛。我们上士老师，早晨都站齐了。啊，站齐，大伙儿先做操，你知道吗？他练这个，先做操。嗯，然后做眼睛保健操。全想起来了。都说完了，嗯，唱校歌，校歌都站一块儿唱。哦，你本是宦门后，上当的人品是真秀啊，敢领我播放的臣心，想不到吧？别唱了，别一高签什么高签啊？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，这我们校歌，校歌啊，校歌评戏，哎，校歌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，哦，人发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孙子兵法，孙子兵法，哦哦，就看这孙子这东西啊，说实在，哎，
太不礼貌了，您这《孙子兵法》是啊，他就叫这名字啊。学都学完了，学学了有一年多，嚯！毕业之后啊，就地解散。下那么大功夫学，然后解散了，也没有单位要我们，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，怎么弄这不是？先解散吧，先解散，都找点事儿干吧。哦，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。哦，都散了，那走吧。后来出事儿了，出事儿，美国有一大楼，嗯，咵，让人飞机给怼了。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，都闯了，世贸大厦怼烂了都啊。急了，布什总统这才急啊，急了，这才着急哦，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，不至于，找吧啊，找军事奇才，带兵打战，啊，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，我找，还世界一片和平，嘿，哪有啊？没有，不好找，人才少。最后，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，什么名字呀？现在跟总统说啊，中国北京好有一郭德纲，找着你了不起，军事奇才，好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嚯，上炕认识娘们，下炕认识爹，嗨，你就这能耐了，你就这，找吧，找我难了，怎么呢？我没有电话，我没电话，没电话，我用一 BB 机传呼台就停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通讯工具？这么难找，他们愣找着我，下功夫。那天我跟街上打电话，哦，哎，后边有人来我，哦，哎，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？哦，哦，一女的，啊，漂亮啊，嗯，外国人，呵，金发碧眼，漂亮。我说等会儿啊，嗯，喂，哎，没打通，多少钱这个？嗯啊，没打通多少钱啊？公用电话。我说那什么，我是郭德纲，啊，你怎么着？郭先生你好，嗯。你和不这啊，您刚金发碧眼呢，废话，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？闭眼瞎子呀，对那可漂亮什么呀，好看着呢啊。嗯，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搭档的事儿啊，让出来，坐来，马路边上就坐下，坐什么意思？打算花多少钱吧？说，嗯，给你1000万美金，嚯，让你打仗去啊！行，这事儿成，这干得过啊？行，起来吧。什么叫干得过？起来吧。你代表了吗？代表了吗？我看看啊，连表都没有，掏出一表来，嗯，一摁，叮，现在是12点，嗯，来拿着啊。没吃饭吧？没吃饭吧？到点吃饭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嗯啊，凯宾斯基，嚯，不能丢中国人的脸。那倒是，凯宾斯基。上好地方，旁边那削面，哎，嗨，刀削面，来走，走吃饭去，坐在这儿，来四碗面啊，四碗，三碗大一碗小啊，他吃一碗小的，嗯，我吃两碗大的，嗯，还一碗呢，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，好嘛，一家子饿嗝，伙计，啊，你拿一辫子蒜过来啊，还吃蒜，包蒜，嗯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商量这事儿，我说行。我说去可以啊，嗯嗯嗯，空口无凭，知道吗？立字为据，哦，还得写字据，掏出合同来了，嗯，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，嚯，明晃晃，夺人耳目，嗯，冷森森，要人胆寒，这敢比啊？是怕你吗？这个30来万，是吧？嗯嗯，好，许久没写了，好，签字，嗯，你得先给我点钱，管人要钱，得给定金呢。哦，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个黄了怎么办呢？嗯，是不是有定金？他说先给一部分。是定金，可不是给一部分。这个说有给10%的，啊，10%，给15%的，15%，20%的，20%，30%的，那30%啊，我这给50，那不少，多吗？50%不少。哦，行，那我干了这事儿啊，给我吧，啊，把这50给我，我看看。对，是这个。不，您先等会儿啊，1000万50%，怎么就一张啊？嗯，就一张50的。就50块钱呢，美金，美金也不像话呀，这行了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这事儿定死了啊！你别忘了，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，好，走。10号，缠住你去哪儿？嗯，我回大使馆。我回大使馆。你怎么走？嗯，我坐300。哎呦，坐300回大使馆呢？这燕莎这块儿，凯宾斯基这儿没有300啊。就是啊，有一辆区间的。嘿，好嘛。挺熟，
来，我搀着你，我搀着你，搀着你。给他搁车站，赶紧回家，回去吧。跟我媳妇说这事儿啊。啊，你没见过我媳妇儿？没有，漂亮。是啊，大高个，嘿，大脸盘子，嗯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黑灿灿的。哦，他是没胡子，有胡子跟张飞似的。我看的呀，还。告诉你媳妇儿，这回咱发财了，怎么$1000万？有钱了，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啊！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，开什么店？咱们干一公司，做买卖。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，嗯，当老板，嗯，天天前面雇十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，干嘛？我挨个骂他，过瘾呢这，我要报仇，天天骂着带红箍骂，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，干嘛呀？我媳妇儿扫厕所的，换工作啊！我给你安排安排啊！嗯，给买5斤馒头，啊，买2块钱油条，哦，买10块钱的水疙瘩，50块钱也不禁花，不能多花，差不多了啊！嗯，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！都吃水疙瘩，周日翘点青豆啊！嗨，不怎么样。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，嗯，都7号。7号，他让我10号走，还3天，我得赶紧去，来不及了，这就走。哎，太早了，我住着远，我住在石景山里，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，我走着去吧，走着上机场啊，走着去，到机场一瞧，嚯，啊，直升飞机，哎，那好啊，你这玩意儿啊，直升飞机接您一人啊，嗯，是小梯子上去，前面坐一个，那叫什么呀？驾驶员。飞行员，飞行员，啊，戴大皮帽，对，风镜，哦，大口罩，军队啊，嗯，口罩挂着一耳朵，这耷拉下来，那不是口罩啊，皮夹克，嗯，大皮靴，飞行服啊，嗯，坐着抽烟，嚯，嗯，别抽了，来吧，咱走啊，走。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？您这什么飞机啊？他这干嘛？把手套戴上啊！你坐稳了，坐稳了，知道？坐稳了，我吊着，吊着好了。他这个椅子这有根白绳子头，头一蹬这个，飞起来了。这飞机也是柴油的，直升飞机。我痛快啊！哦，好啊，往下看，哼。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嗨，我很痛快。嗯，飞了10分钟，飞机缓缓下降，那怎么就落下来了？加油！飞10分钟就加油啊？开到加油站去。嗯，加油站那女的还喊了：“嗯，往里来，往里边来，往里边来，这边。”掏出钱来，啊，加30块钱的。飞机怎么加30块钱油？那能烧得了？油箱小，小也不能那么小啊！拿过那大枪来，啊，屋里头看那表，啊，走吧，也就这么会儿。一蹬绳头，突，又起来了，开了有40来分钟，啊，回头问我，哦，你去过美国吗？没去过。你是没去过。你呢？我也没去过。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，俩不认识道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啊，要不咱俩问问，问问，哎，问问吧，问哪听道啊？你捏闸呀？您这越说越不像话。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？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来吧。我下去问吧。嚯！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，美国西部还有庄稼地，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。哦，我赶紧过去。嗯 ，Hi，Hello， 会这 ？Hello， 啊，老头一回头，嗯，打，好嘛，刚到东北，这是哪儿啊？问问吧，铁岭，铁岭，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。还有站呢，老夏，嗯，大爷，美国怎么走？问村长去。村长知道。估计他不认道。干嘛估计？就是不认道。
从植物学的角度说，他不认识道。嗨，这爱植物学什么？回到飞机上，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这个啊？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，指南针、指北针、指东针、指东南北针，哪有呢？那么些针，各种仪器，指北针、定位仪器、雷达、什么测谎仪，什么都拿出来了。要那玩意儿干嘛呢？你说你这都落后，这都用不着，这还落后？去那儿咱们就先进的办法。什么先进？扔鞋吧。哎。我听你的，突又起来了，直奔美国，不够折腾的，开了半年多吧，半年多，加了70,000多回油，小油箱，终于到美国了，啊，还真到了，飞机上往下看，没错，没错，怎么底下横幅写着呢？写什么呢？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。郭德纲师傅，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啊？啊！飞机缓缓下降，嗯，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，啊，还跑，刹车坏了，嗨，跑吧那就，这不行啊，停不下去不行啊，啊，把门开开，嗯、啊，咱俩把腿搁外边秃噜着，这当刹车呀、啊？啊，秃噜几圈就行了啊？没听说过，还真听话，开开门把腿搁外边秃噜了，我算他，我腿可没出去，啊、好嘛。终于停住了，他都磨到大腿根了。这位还真实诚。行吧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甭客气了，你这算工伤啊。行行行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不走？你慢慢往回蹦吧，你啊。不得蹦吗？打飞机上下来，嗯，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，哦，穿着制服，嘿，中山装，见您来了，大皮包，啊、哦，戴鸭舌帽，过来了，白宫的这是。哎，您是郭先生吗？我说对，是我是我、哎、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。那是 啊接下来了，嗯，好，等您好好些日子了哈、啊、飞了半年了啊，刚才看您盘旋半天，嗯，我们估计是您快到了啊。太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嗯，总统都急坏了。哦，好，接我那车呢？车咱们打车，美国打车呀、啊、打车，行行，这儿有车，咱车、嗯、这1.6块都不能坐，美国出租也1.6块啊，总统好算计，这不给报啊！哎，1.2块的来了，1.2块的，1.2块的，车门开开，嗯，我才不坐头里呢，怎么坐头里得结账？嗯，坐后这份算计，好，嗯，车直接奔白宫，嗯，一会儿功夫到了，呼，这个白呀、啊，刚刷的浆啊。你管着人家，管不着人家。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，有男有女的。哦，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。是是，记者呀、啊。哦，媒体，对吗？哦，我要留神说话。哎，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。对，丢中国人的脸，想得周到。往下一走，嗯，这帮人全过来了。说什么？师傅要盘吗？卖盘子呀。这是媒体吗？这个。你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？你这哪儿有啊？他们迈步往里边走，嗯，正当中大水池子啊，洋灰池子里边假山哦，呲水，白宫里头底下有横幅，哦，计划生育，人人有责。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？嗯、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，一辆一辆的，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。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？上台阶啊，上台阶，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。哦、上去之后，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那等着我呢。哦，一看我来很高兴。嗯，来了您呢，领着钱去呢。没喊脱光啊？哎，脱光了、啊，不是澡堂子是怎么？你还懂这个、啊？礼貌啊，礼貌。来在里边，我说总统呢？总统在内屋呢。嗯，推开门，四目相对，不时很激动啊。哦，你咋才来你？嗨、哎。我说对，干啥去了你？别龟孙，别说了，你妈姐有事说事啊？什么呀？啊？怎么着？您说什么？不时怎么这味儿啊？不时请了一个家教，是河南人。嘿，不怎么样，还以为这就普通话呢。啊！我说怎么着？挺好啊。啊，有日子没瞧见你了，你这还说啥？这等着你嘞，打仗的事儿，你行了行了，打着你啊！普通话怎么样？啊，这他说不了，说不了意思。您学普通话都说不这么利索啊？我难受啊！行，我这事儿干得过啊，干得过，我应了啊！正说着呢，不时这儿身上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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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 ，BB 机响啊，不时那台没停，啊，应险的，嗯，应险的。
挂着链子，饭已准备好，请速到食堂就餐。什么事儿都这个。郭先生，都吃饭去吧，啊，吃饭，吃什么呀？啊，我一点都不饿啊，你说吧，吃什么？今儿为了你来吃海鲜嘞，先点个龙虾。你喜欢吃龙虾吗？行，龙虾行，龙虾我今儿吃你的啊，好东西，跟那块儿走。地下室是食堂啊。哦，大玻璃柜子，大龙虾，好家伙，这么大个，嚯，大龙虾。哦，今儿我算来着了，吃吧，我玩命吃啊。嗯，今儿不就干的我，你知道吗？光吃龙虾，吃饱了没玩命吃，坐在这儿，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，哦，就这龙虾碟子一米四，大好，光龙虾我算着，一千来个，包吧，喝。小龙虾呀，辣就行了，太辣太辣，这点出息吧，太辣，吃，高兴啊，嗯，那个郭先生，先别慢吃，嗯，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，我说赢了，赢了，啊，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嚯，你瞧，嚯，委任令39号办，嗯，不行不行。不行，这不行，是不行。我穿四一的，啊，买鞋呢似的，正说着呢，啊，听地面上，哦，咚，敌人进攻，啊，这就来了，呼，恐怖分子来了，哟，这是欺负人呢，啊，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，太明目张胆了，是，难道说不把军事家？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？这是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？啊，我去，你去，推开我这龙虾盘子，哎，迈步来到楼上，嗯，远处硝烟弥漫，哦，这可不行，哦，我什么都没带着，万一伤着我怎么办？啊，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，哦，德国钢盔，帽大眼小，白底红花，啊，拿起来扣脑袋上，钢盔，呼着子弹打过来，当当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叮当叮叮当，呵，我高兴了，杀呀冲啊，加里个滴。什么问题？我正高兴呢，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啊！吃饱撑了不睡觉，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？做梦啊！